人挤人鬼，这一定都是野帐篷。浓浓的臭卡烧，好闷哦！跟你，你侬我侬，侬侬，快来呀！我在你家避暑，所以我都主动来催你呀、我相信你应该真清楚我对你的浓情蜜意。人家说吼，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我都不甘你爬山爬啊这么辛苦，所以我就把那个纱掀开啊。看今天这个月夜风高，没人跟咱娇娇的时阵，我借熊熊爱火燃烧你这个干柴吧。小太太啊，你都办好轻松，我绝对和你欧罗嘎不急。我呢，到底他是谁？什么代志啊？伊拄啊，心怀酒乱，差一点我干嘛？哥，你个卡早做无同款的呢？那是换作是卡早。煞不管伊是加班到晚晚，你拢会去叫伊下班。我讲要去食伊啊，也无伊唔肯啊。明君，恁两个哦，较早呢可袂当24小时拢连做伙。啊，是安怎奈？这结婚了就随便款啦。哎呀，我嘛唔知影最近这里是倒位咧无欢喜。啊，甲伊讲无两句话，个口气就无好。啊，就讲，啥物我甲以前无共款，差真多。我是想拢无，啊，以前个真，无我是讲，我是想拢无，以前个我甲即马到底是差偌济啦？哥，那呢，迄件代志，你敢有甲爸妈因讲啊？什么代志啊？哥一向哦真重视家庭，哪有可能无甲所有有心的代志放伫心肝头？我看哦，我眼前这人绝对是100%，唔是哥。新伟啊，你要讲的是什么代志啦？有代志就紧讲，莫吓惊阮两个老的。
各地唐永泉都有专人甲我提醒，讲即马阮全家伙啊算是高冠台人质。搁再讲，就算讲我即马甲真相讲出来，爸妈嘛无一定会相信我啊。所以我袂当即马就贴破伊个小鬼仔卡。无想知影伊安怎甲阮分化，甲阮对付。心如，金心如，啊，哦。既然哥无甲恁讲，应该是哦，想要当作是惊喜啦。歹势哦，我讲老高诶。你到底是讲啥？我是听无你意思咧。甲子林有关呢？等等，两条线诶代志啊！我是啥物咧？两条线？哪一对两条线？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啊，验孕棒两条线，色有心啊！我都知嘞，阿你，那喏，就要做阿公阿妈。阿你阿妈都知伊，就要做阿祖，一定就欢喜的。阿你好阿你好，欢喜到收早啦。你囡仔无到三个月呢。是不是要顺利生下来，还阁唔知咧？无你甲家人参与小石头扎散，安尼顶多阁食力。义俊，无你是因为工作压力伤大，伤过头忝去。无你即摆讲话哪会安尼啊？三甲六尖，无怪子云哦，较袂多就想要甲你冤家。就是安尼讲你。你讲话也安尼讲啦，你，迄家己的囝呢，哪有人安尼甲纠缠啊？迄哪有外人听到，人叫伊讲，迄个囝仔毋是你的。本来就，好了，我是讲，啊，自从我从香港回来以后，我都无甲子玲同房啊。但我保证，这个囝仔一定是我的。你三百斤啊，是啥会去怀疑这个代志？你要做爸爸呢？我看你即毛哦，迄工课量哦爱较减少，安尼心情才会轻松，啊嘛较有时间通陪子玲啊。我咧想哦，子玲稳当是因为有心，所以呢情绪较袂稳定。林俊啊，你都要较体谅伊咧，是安哦，较让你知无？啊，对啦，啊等下哦，早点仔食食的时候，你要该拍一通电话。啊，看有想要吃补，啊，若有想要吃，你就讲，我叫恁妈煮煮来，赶去公司来吃，哈。你竟然头一找到硬有险的菜，你拢袂记得哦，顶家伊食险食到过敏的代志哦。袂用紧，我已经去找唐永泉参详。一定要想办法喽，把这个假经验军扫地出门。